有一个老铁私信我说，平妹有本事你再挑战深池海葵，会给我很多双击。来了啊，大补神器就是它。没吃过老铁不要尝试，太难吃了。火辣大爆头来了，一口分一个，2020年送咱家老铁一朵花，男人双击有钱花，女人双击貌美如花，和他一样太美了。嗯，两个头蒙完了给我刷，你蒙完一个我都不要。大山妹来了啊，先来一个月牙形状。给我来个双击，蒙完一个我都不要。双击加关注，哎呦！挑战，刚才那个头破那个啊，这次我一定要成功啊！不成功我再来一遍啊！啊，真的碎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不是，妈，这一个来不来？如果双击过500，下个就来这个。这个你们猜到是啥了没？已经熟了哈，我要开始吃了啊！这个龙花了我388个大洋，给我388个双击，老铁。怎么吃？怎么打不开呀、啊？这。
哇塞，还行，挺肥的啊。嗯，吃一口肉不容易。咱家老铁私信我说我能抱个生的头，全家人给我双击啊！你还在不在？抱着啥呀？大米。一口一吃糖，有没有认识这是什么的老铁？我的天哪！嗯。你吃啥？来三只小爆头啊！我用三只爆头换你们三个小爱心。大米的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感觉自己颜值高的给个双击，感觉自己颜值超高的给个关注啊！海螺，大家上，双击六六，这个视频我一个双击都不要。几杆？不要双击，要吃就吃，香辣的，哇，感觉过瘾的老铁，给评委来一个双击六六六，嗯。谁够谁吧，大米。来个大墨鱼仔。老师说我没有下个视频，怎么没有下个视频？没得吃啊，吃点草。谁认识这是啥了？和头发一样颜色的，头发对。实在没得吃了，有没有吃过了？来两个笑口常开啊！祝咱家老铁每天笑口常开，爆头。好辣！那是谁的一个辣椒？有的老铁一进来就给你双击，有的老铁你怎么要都不给，你是哪一个？